是算将阮阮北阿姐，较早是拢是伫邻居的啊，无金樽，连五当钱左右，阮有甲请示，看有要调金樽无？啊，伊当时是表示讲，伊的年纪还袂到，啊，到旧年的时阵变公大，伊开来指示讲，伊来到清信宫，已经六十冬啊，伊伫天朝已经有领着命啊。要来调金身，我然后找两三斤布拉罐，看，予伊指定看伊的金身要予倒一斤布拉罐来调，啊，伊较指定刚好一斤，一斤清正玄，差不多伫因一个月前，金身就拢完成啊，啊，再来看伫咱今仔日的粮食，继续来入神开工，天主赐命啊，予伊予这八号出来。阮服侍的是五虎三千岁、李武大神、金虎将军，哦，啊，即马就八虎巡按，哦，今仔日开工点眼，哦，按做的日子好日子安尼。透早，咱北阿将三点半就开始画面，哦，啊，六点半准时伫清信宫出发，去到港口清正轩。哦，啊，迎回咱的八路巡按来入神开工点眼了，咱较前往新宝庙，吼去甲你天上新宝禀报讲，啊，咱了八路巡按已经开工完毕啊，哦，啊，等下开来办这个安安外外的绕境活动。